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inky。看我这一身的打扮，就知道我在家耍废着。我的朋友 Johnny 就突然间就买了一包东西给我，教我拍影片。嗨呀！他就是买了这包给我，螺蛳粉。在中国叫螺蛳粉，马来西亚人叫什么？辣沙条。因为辣沙条有分粗粗的口感跟细细的滑滑的口感。辣沙条拿来煮辣沙，或者是煮猪肉粉，凡是是辣沙条煮的任何料理，我其实都很喜欢的，所以他才会买的这个螺蛳粉给我，叫我看一下。其实螺蛳粉哦，我吃过一次啦，印象中是有点臭臭的啦。我发现哦，我身边的人哦，不是叫我吃臭的东西呀，就是叫我吃辣的东西。So， 现在就要去煮这个螺蛳粉。我煮这螺蛳粉的时候，记得啊，帮我按赞订阅我的频道啊 ，OK？ 它其实就是柳州的螺蛳粉。我竟然感觉到我朋友买给我的螺蛳粉没有那么臭哎。你们认为我会讲东西吗？不会，因为这个是 ASMR。我吃饱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我的影片，我们下一期见，拜拜。饱了，如果你们还想看我吃些什么，底下留言 ，OK？